好啦，天寒地凍，晨咁早，5:00啊，落去搭車趕飛機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喂，看好东西没落吗？好了。經停留嗰陣時 check 下温度，都係8度左右，著羽絨都冇問題。但係而家嚟到廈門呢個泉州，我睇 check 一 check 係22度，嗱嗱聲揾翻行李夾，收翻埋件羽絨先。泉州嘅晉江機場附近，我揾到依間咁嘅客棧啦。可以轉機喺依度咧，咁又讓我行多一笪地方咯。咁依度咧有個5店市，係一個古街嚟嘅。大家好，已經23人了啊！今天是我的第一場開播，我來自福建。哎呀，我的妈！阿团哥，你再卡等一下，我拿回来去了的。出真烈照，烟雨千，阳光广大。先有狀元牌坊，呢度有探花行哦。呢個5店市出咗嚟啦，今晚去邊啊？今晚去陽光夜市啊！我而家嚟到嘅咧，呢度叫做晉江嘅陽光夜市啊。啊，其實我都唔係好明白，即係咁有陽光啊，點會叫夜市呢？夜市啊，點會有陽光咧嚇？哇！晉江美食狂歡節喎！哇！唔知道啊！哇！兩邊都係嘢食喎！哇！我買多個俾你食。哇！哇！石牛扒、炸雞啊，糕，咩叫石花糕？冰飯。哎，我都絕招啊！叫空氣年糕咧，點空氣法咧？佢裡面是有空氣的。對。啊啊。好像好多嘢食喎。呢度行極唔遠喎，呢條美食街，哇，遠遠都有喎，雞翅包飯啦，奧爾良烤翅，哇，盤子鐵板有，唔只有正街噶，仲有橫街，橫街都係啊，哇，呢度一望無際噶，仲有未係盡頭啊，好恐怖。海鮮之家，哇！黃金蛹啊，大白蟲啊，竹蟲啊，虎頭蜂啊，金絲蠶蛹啊，龍虎蛹啊，哇！東北蠶蛹啊，
哇！识出啊，咁全部哇，咩都有食啊，好劲！一这个鳗鱼，这个八爪鱼，这个干贝，这个鱿鱼，哇，好大啊！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芝士鳗。嗯 ，OK。哦，咁啊，一路去到尾咁叫阳光夜市噶嘅外围啦。全头骨啊！那你吃一串要吗？好，好。好笋冻，好怪嗰啲嘢，钉螺、酱爆、钵仔糕，真系咩美食都有喎！印度饼啊，铁板虾滑啊，哇！真系即系糖水啊，汤啊，青蛙啊，象大骨肉、黄豆酥、肥肠、台式饭团。哇！真系黐線㗎，真係烤榴蓮小丸子、麻辣兔頭、喜滋味女隻肉串、無骨雞爪、武漢豆皮、沙塔料、老北京爆肚、芝士玉米、香港秘笈烤鴨。冇重複喎，桃膠、泰國烤榴蓮、泰國香蕉粥、咩安海土筍，哦，鮮花烤奶、秘製檸檬無骨雞爪、重慶小麵、果汁烤冷麵、雞蛋漢堡，真係冇重複嘅喎。夜市牛肉、手抓餅、銅鑼燒、長沙臭豆腐。哇、我问个老细，个老细话平日都系咁多噶，唔系净系元旦啊，平日都系咁多嘢噶，日日都有噶黑糖珍珠烤奶。哇！呢度晋江呢个阳光夜市真系值得嚟一嚟喎，真系扫完嗰、那个呢、这个阳光夜市啊，即系美食。狂欢节啦，就嚟到呢个晋江大剧院啦！我呢度真系好旺喎，零食都有主题乐园，唔系吧？啊，真系谂都冇谂到，我会喺一个陌生嘅地方过除夕嘅。嚟咗呢个泉州嘅晋江嘅地方，系冇计划嘅，冇谂过会嚟到呢度嘅，就系因为转机啊！就要在这里过一晚夜，明朝早先搭飞机回香港，于是就有机会今晚可以行这个夜市了。